劈叉，然后上面就把肉铺在上面这样。对啊，他应该是烤好劈叉，然后才把肉铺上去。他感觉，不知道哎，所以他肉是另外煎的吗？应该吧。怎么黑？如果他放进去烤，那个肉都被烤焦了啊。那不会吧？那你这样起司那些不是都烤焦了？番茄那些也都烤焦了。什么？没有，你那个肉看起来很平均啊，不像用烤的。是吗？是因为用烤的才会很平均吧？用煎的怎么会长这样？用煎的应该是湿的啊，但是看起来超干的。不知道。